光那个钢琴没好多钱嘛，六五的。少说百多应该有。到时候给把那个亮化的工厂人发一下。江湖菜馆那种风格很精致哦，高档江湖。大师的菜，家常的味，我是刘小荣。怪味鱼啊，都是嫩菜，但是那边面刘大师他的怪味鱼说卖得好，而且是个热菜。耶，坤哥，基本上还是怪味嘛，没煮怪嘛。没煮怪，没煮怪，稳当得很。怪味是旗帜口诀，全甜酸辣麻鲜香。我们晓得的哈，怪味糊到怪味面。对。然后今天你那个？味型是怪味那种味，做法呀，过水鱼那种做法。过水，我们重庆的话，各个河过过水，从河那边到河那边就过了水了。用到鱼上的这个鱼，在那个水里面过一下。成熟了叫过水鱼，炒鱼改个刀，不要改生了，改生了过后稍微一出那个它叫炸翻翻的，改那个尽量把它刀啊给它改匀净的，不要一刀深一刀浅了，一刀长一刀短那种啊，或者改到改肉厚的地方。姜葱也是去腥三件套，哎，加白酒效果更好。盐那盐要吃得重噻，哎，盐味给它整重点，好，把它给它弄散，弄散了之后把鱼啊给它浸泡在里面。泡个十分钟，泡起的鱼啊，它入味一些。鱼泡好了之后，再把拿起，把水给它开干。你水不涨干，粉扒不起，是？一个水扒不起，二个扒很多粉。过水鱼的做法原来全部是直接水煮，把佐料炒香了过后，啊，把那个汁淋上去。但是呢，那回那个刘大师做的菜呢，他创新了。它是先炸了过后再来过河，炸的目的紧皮去腥，再来过河，在油里面过到河啊，再在水里面过到河，那都特色了。两百来度的油温，炸了瞬间给它捞起来就行了，对，基本上都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哎，你那个下锅可能就是鱼打葱，是吧？哎，几秒钟的时间，温度啊哈，九十度了呀。姜葱、料酒，最主要就是猪油必须要加哈。不要嫩些噻。哎，鸡精、味精。盐，现在是低温，完全是煮进去，九十来度这样子，关着文火，留点点火的，开始下鱼，不能滚开，滚开鱼要煮烂，对啊，水开，浸个十分钟都可以了，已经到十分钟了，鱼熟了之后哈，你看嘛，它的肉炸了的鱼哈，皮看起来糯，看到没？是是是，保温，还有一个它锁住水分的鱼抗性就比较嫩。怪味盐是成都人发明的。成都一个菜叫船尾兔，各种佐料打那个佐料的时候呢，味不准，稍微辣点了，稍微麻点了，客人都有微词，哎呀，那个佐料没打对哦哈，有一天。都有一个记者到了一个成都的餐厅去吃饭了，很舒服，那儿做的打得特别好。那个记者都吃完了，都来问那个厨师，今儿那个头儿办的啥子味？那个厨师啊，长期都对那个味打得不准确，心都冒包。我说不寒都淡，不麻都辣，总觉得有点那种感觉。那啥子味哦？怪味，怪，本来是个贬义词，你看你一个人怪头怪脑的，但是恰恰弄到味上哎，我们川菜里面保你了。那个就是因为那个不好调的味，把它调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味，它叫酸甜咸麻辣，五味均衡。甜都是白的啊，酸都是醋，辣都是小米辣，咸呢豆瓣酱和泡椒酱，鲜呢都是蚝油，麻都是幺麻子藤椒油，它是不得经过炒制的。为了做那种菜啊，我自己还研发了一种香辣酱，姜和香料、红花椒、豆瓣酱，要加点清水，开水冷了也可以，矿泉水也可以，不要加自来水的话打得起。那个就是刚才打出来的酱料，它是香辣。反正那个味道有点奇怪，有点豆瓣酱的味道，喂，有点小米辣的那种泡海椒的味道，还有那个叫啥子香料的，那种复合味那种，复合味，尝到那种新派怪味儿，还是综合那种味，区别于原来的传统怪味。哎，那么现在就要调味，蒜、老姜、小米辣、蚝油、白糖啊，到大概60克样子，那醋和那个比例相当是1:1，自制的酱加两勺就够了，藤椒油15克，鸡精最后颗，把它和匀就可以了，那就是怪味酱。哎。那个酱还是有点麻烦了。餐厅用啊，它毕竟呢，体现给客人不一样。家庭做啊，你可以不用那种酱。影不影响怪味的那种？味道不影响，不过综合的口感那种啊，有一定的区别。我第一次吃那种怪味，它其实怪味啊，它是四川特有的一个味。吃完了过后啊，它那个味道是说不出来的感觉，你一抿啊，哎，有甜味，有酸味，有咸味。也有麻味，那个都像人生五味一样的。是啊，这人生就是那么一盘菜，哎，最终多得稀巴烂。苦啊，酸甜辣，样样来经过。然后肉很嫩，皮子很糯。卖了几年了嘛？你那店？我店儿卖了5年了。卖了多少钱嘛？六五的，光那个单品？少说100多应该有，基本做做必点。
你那个菜哈，调汁哈，除了那个后头的可能调了一个麻辣酱以外，其他的就算是基础了。大家觉得已经把鲤鱼哈不好操作的话，可以整那个短鲤鲫鱼啊一样。哎，都是只要酱能调，那就随便哪个弄。到时候你把那个亮化的给我们那个工厂那儿发一下嘛。要得要得要得。